拿点啊。嗯，你拿两坨，这两边呢，这样。哦，不行，你把它移位了，然后就对不上了。你拿这个啊，对，拿点了啊。嗯。你最好是拿的两边好一些，因为拿中间，它有时候两边拧的时候，它也就会。对对。这里把这个敲住，没打螺丝啊？不，暂时不，你扛住，盖住。卡住吧？对对对，对。哎，反了。这没反吧？是你反了，是反了吗？对呀，这么放。OK， 这下面还打过。